袋子要做到600长呢，要把机械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是端峰，这一部分是端峰，端峰要在什么状态之下，这个袋子才能走到600呢？我们首先点动，点动，我们首先点动，按这个点动，把下面这两把刀，这个刀，把刀对起来，你一样啊，兄弟们，把刀垂直，把刀这样垂直对起来，点动。点动过来垂直，好，现在这两把刀是垂直的，垂直之后呢，我们要看这个轴承，它里面有个轴承的，这个里面有个轴承，把那个轴承向下面朝，向下面朝也要垂直，垂直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是活动的，这个活动的，你要把它放下来，这里要放下来，放最到底，啊，到底之后呢，到底之后。我们把这个带长，把这个带长设到600，这个600长度，确认之后，确认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开机器，直接开机器，把带子呢就可以走到600长了。